超人气女神李多惠。台上露出甜美笑容，展示女王头火炬造型奖杯，中职拉队人气队员李多惠替2025万金石马拉松站台。오디츠완전처음이에요지금한국에서도참여해본적이없어가지고이제처음에대만에서참가하게되어서너무영광이고지금벌써부터설레요아저는이제내년에중점에서메달을수여할건데이제그내후년에는한번참가를해볼까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李多惠第一次参与马拉松活动就献给台湾，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则是老手，担任市长期间几乎每次都不缺席。因为我不但报名双北市壮运以外，我也会报名万金石马拉松赛事。我希望我一样推动永续环境，也让自己在永续环境的过程当中尽一己之力。因为万金石马拉松从民国2007年，因为万金石马拉松是金标签认证赛事，报名抢手，30号中午12点开放报名。为了鼓励民众一起参与壮运，要同时完成报名的人就能限量免抽签参加万金石任何一组组别赛事。TVBS 新闻综合报道。